哎呀，我上街啊，看到一件漂亮时装啊，漂亮衣服，我想买啊，他老是反对你。你看他这个衣服，那柜子都转不了了。哎呀，鞋子都真的转不了了。你让他买呗，花您钱了吗？社运不是花我的钱，我也心疼啊。他的钱您心疼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他，就是为了你喜欢他，他买衣服他高兴不高兴？他我肯定高兴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他自己喜欢吗？也有个度嘛。人家挣钱，就是小气，你就是抠，这也叫个抠嘛？该用的你放肆用，不该用的，我们节俭一点还是好。你们俩现在钱火在一起花了吗？没有，各花各的。不，我还是每个月给金开的。一个月给多少钱生活费啊？1500啊。现在1500也不够花嘛，因为他家里儿子、他们媳妇、他们爷爷过来吃饭嘛，我孙子爷爷过来吃饭嘛，我们经常还要出去玩嘛，出去旅游嘛，都是我花钱的，他什么东西都不出了。这个男人浪漫吗？就是不浪漫。他还不浪漫啊？分手信都写了。因为想你想自己衣服他都不肯呐，你想交朋友他也不允许你，交这交那呀，也老谁家的不交朋友，他就是这个的错误的理解，你们可以打架的，我是说你们可以淡一点。你看主持人嘞，人的精神些，年轻一点嘛。他说这样管着我，你搞得我嘞，我的朋友，我几十年的闺蜜，他们都对我有意见了，都不和我玩了。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，这分手信不都写了吗？不都不辞而别了吗？后来咋又回来了？这个事情要怎么说呢？即使我们风风火火是很多回了。也不是这么一次。对对对，这一次的每次都是谁把谁给求回来了，还是谁主动就回来了？说我是男人嘛，也还是大丈夫吧。就反正每次都是你自己又回来了，是吧？就是回来的话呢，也不是真心真意的回来。不是你不是真心真意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这次这个有一点矛盾了，但是当时的话呢，是扯不清理不清的，看他能不能够人家不跟你过了，不想跟你过了。但我还是想努力一下。不是我好奇啊，我很好奇啊。您看啊，他做什么事儿您都看不惯。您找一个跟您一样心思的大姐多好啊，这俩人多和谐呀。因为他的优点是真多少。他不就是一双勾魂的眼吗？都会唱首歌吗？其他优点我们都没听到了。那是刚开始，现在我们时间要1年多了。行，那他现在他有什么优点？他优点，我漂亮，直爽，我比你漂亮。是的，不同性别没法跨性别来比漂亮。他没有什么心机，他没心机的，他的社会经验很欠缺的，所以某些方面我只是指导一下，就是这样的，告诫他一下，并不是看不惯。不是您别指导了，一个天天说分手，自己写了分手信就跑的男人，然后又灰头土脸的溜回来的男人，你给人指导什么呀？对吧？你一会儿听老师的指导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